先修一点啊，修的太干净了，它不舒服。以后他手上这个小肥肥其实可以上脱甲膏把它脱掉啊，这倒也是我的发秘密。修一下。这个架子放这里不怎么好拍呀、啊，影响我修。头胶膏是一个腐蚀剂呗？啊？头胶膏是腐蚀剂呗？不是的，软化剂。它有木质的。软化剂。木质不能反应啊。没有什么反应，它是软化剂，乳化剂。其实你可以，你皮肤又特别过敏，哼，又搞不得。